美国的连体双胞胎姐妹结婚的消息啊上热搜啊，这应该是今天信息量最大的一条新闻了。这对姐妹呢是90后，一个叫 Abby， 另外叫 Brantney 啊。由于受精卵在母亲子宫内未能完全分离，两个人出生的时候就骨肉相连。这个词儿怎么感觉用的有点怪怪的啊？总之他们有两个头、两颗心脏、两根脊柱、两个食道、两个胃、三颗肾脏、两个胆囊、两组肺以及一颗肝脏啊。然而腰部以下的器官啊都是共用的，其中就包括生殖器官。那他们刚出生时候啊，本来父母是想做分离手术，但是手术风险实在太大，而且分开之后俩人都缺胳膊少腿的，那还不如不分。而且医生说了啊，即使不分啊，存活概率也极低，甚至是活不过当晚，所以说手术就没有进行。但让谁都没想到的是，人家俩姐妹一直茁壮健康成长到现在啊，考了大学当老师，甚至其中一个还结婚了啊，就是左边那个 Abby。 哎，你还真别说啊，我是感觉这对姐妹里 Abby 好像漂亮一点啊。那新郎呢是个退伍军人护士，说实话三金觉得啊，媒体说其中之一结婚并不算特别恰当啊，因为我们知道 Abby 和 Brandy 无法完全共感，他们的身体啊，一个只能控制左边，另一个只能控制右边，所以说如果想要和新郎亲密拥抱的时候啊，这俩姐妹一定是要同时张开双臂的，更何况他俩共用下半身，其中一个结婚，另一个也不太可能和别人结婚了吧。那关于这点媒体也有采访过他们，他们说 AB 和老公过二人世界的时候啊， Brandy 就放空，但是毫无疑问啊，两个人当下都是有感觉的啊。感谢中文的博大精深吧，真的啊，我现在问题越来越多，我就先不说什么隐私问题了，我就怕我这些狼虎之词夸夸往外蹦，直接有视频下架了啊。就比如说平时工作工资和社保，这算一个人还是俩人？如果出国出差其中一个人忘带护照了，那还能不能入境了？或者说其中一个人酒驾出事故了要坐牢啊，另一个完全无辜，这怎么判啊？三金是真心希望这俩姐妹们能开个自媒体账号来几期 Q&A 啊，真的啊，这俩姐妹啊要能来中国做直播带货，那还能有小杨哥什么事儿？